通是个顾他的小孩，我要继续介绍了吗？呀、我是高通通的翻译。嗨，高通现在想跟大家说，我很开心，大家投我一下。耶！然后我们今天呢，有看到我们的通通各楼们，今天只要你是穿吊带裤来支持我们的通粉，我们都还有小礼物可以拿，而且会看到我们都有这种行动投票箱，所以如果看到我们的时候，记得把票投给我们，还有沙画可以领哦。的只有这天有而已哦，通通跟大家拜托一下，拜托拜托，是不用到下跪啦，高通通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不要跪的，不要下，你们是精灵没有关系。那我们现在我们想要就是通通跟那个我们的高通一起合个照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，来拍照拍照。你说穿吊带裤就有奖品，我今天穿吊带裙有没有啊？有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有穿吊带裤的。好，局长好，局长好，谢谢谢谢主持人，谢谢俺所有在场的好朋友。哎呦，高通通是俺高雄人啊，啊伊出世的日子呢，拄好是俺的农民节2月7日，啊所以讲诶，伊是代表俺高雄诶，俺的亲善大使呢，包括俺农业以外，代表俺台湾，俺所有的。那个吉祥物呢？去参加世界比赛呢，1699组里面呢，得到海外组的第一名，全世界第一名。那么回来了后呢，伊啊参加呢，按水利署诶，啊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诶，诶节水大使。那么也跟高雄市诶，跟安的交通局诶合作呢，做我们的交通大使。啊，今麦跟他们的客委会合作做客家大使，以及呢，按人民会做人民大使。啊，今麦要做什么大赛？今麦要来做观光大使，所以讲伊需要诶，按大家来帮忙，可以当做全能的观光大使，和阮的高雄囡仔站伫咱的世界的舞台，和阮大家来合围咧，来加油一下，好唔好？大家投伊一票，好唔好？好啦！拜拜拜拜。